天佑儿超马家人，大家好，我是美华。今天是由我为大家主持黄渡读书会。那我要先邀请一位新朋友，这个新朋友刚接触超级生命密码没有多久，可是呢，因为他也不晓得为什么要跟我一起读书会去发书，他也就傻傻跟着去。这两次参与发书的过程刚好就下雨，可是呢，他也没有找任何的借口说哦下雨了我不去。后有一两次的读书会把心门打开，让我们接着欢迎我们的曾跟大家分享。我一开始也是对读书会就是比较陌生，但是慢慢透过朋友的分享，那我也就是慢慢加入了读书会。参加读书会就是我有听大家说可以提升正能量，那我慢慢就是每天都有来参加读书会，那我也是有慢慢跟大家去发书提升自己的正能量。昨天参加读书会，那我也有把我自己心里的事情说出来，讲出来之后呢，也觉得心里比较舒服。那也要谢谢美华姐有跟我就是沟通一些哪里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忏悔我的爸爸，因为以前就是爸爸跟妈妈家里关系不是很好。那因为爸爸长期时间也有在服用药物，也有定期的每天都要去医院复诊。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妹妹，每天都看爸爸妈妈吵架，然后心里都很难受，为什么家人都要吵成这样子，把家里都闹得乌烟瘴气的。那因为爸爸也是长时间在国外工作，没有长时间回家来陪我们，我跟妹妹也很少跟爸爸接触联络，也就是很久没有跟爸爸聊聊天，导致心里也很不好受。爸爸也就是很关心我们在台湾过得好不好，但是我跟妹妹一直都没有跟爸爸关心。爸爸也是因为长期在国外也有在服用药物，有时候情绪压力也会很大，那我也是想要对爸爸忏悔，就没了。哦，好，那我来帮他补充。他是来自于单亲家庭，我一直到昨天他分享我才知道，然后因为他透过超级生命密码是读书会被撞击到，然后他又讲爸爸因为精神层面常常会要服用药物，也会家暴。所以他长期在这个阴影之下，所以我就跟他讲，借由超级生命密码我的心法，对爸爸我就忏悔跟发愿，给他一些建议。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说，哦，透过这样循序渐进，一步一脚印，跟随着我们一起在超马系统里面，可以把自己能量提升。这是我们宇真的分享哦。那接着呢，我们要欢迎我们马来西亚沙巴的爱人在吗？在。那就请分享你在超级生命密码的一些心得。好，各位超马家人晚上好，导师 好，我叫罗爱人，来自三打根。发书可以除掉自我，发书越多能量满满，人也会变漂亮，我的心情也很轻松快乐。我每次发书的时候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有的人拿了千年之叶和疗愈权力书后会立刻感觉到能量满满，有的人会抱出来睡觉，他跟我说改善他的手臂，也有的人重复又重复了看千年之叶，他时常心目中有很多号码出来，每次他买都会中，放在枕头底下睡觉，也改善了他的脚痛。在上个星期一个月变得感恩四季之后，能量提升了。他最近献了一张相片给我看，我看到他的气色和健康好很多了。他说他只是念感恩四句句都能提升他的正能量，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导师，感恩导师的感恩四句句可以帮到大家的能量一直提升，感恩导师。我的分享到此为止。感恩我们爱人的分享，到处去跟朋友分享，只要我们是真心诚意，一切都不求自得，
就如同导师告诉我们，天地呢，一切都是有巧妙安排的。那接着要请我们翠君跟大家分享。感恩主持人敏华姐，那感恩太阳圣的导师，感恩天地，感恩太阳公公。那今天我想分享的是关于参与了一个星期的21天迈向喜乐丰盛，大家一起来活动的一些小小心得分享。在共修和家人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鼓励，就是说，嘿，你参加没啊？大家一起来啊，赶紧啊！到今天一个星期过后，其实我在回想当时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一些真的是一种爱的祝福，因为这也是大家可以提升。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帖上，然后祝福我们的朋友啊，祝福我们的家人啊等等。那其实这也是导师时常提倡的爱，因为这也是一个充满对我们真实人的一个爱的祝福。这过程中，因为每天抽到的牌卡，然后大家就要面对镜头讲个3到5分钟，整个过程也让我真是逼着自己想讲些什么，然后真的是很深沉的去尽量消化当天抽到的牌卡有些什么体悟。有时候会不懂要怎么讲，然后就会开始翻导师的书，想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说。其实导师的书都看过了，比如说《超级生活密码》，因为有看人都是之前看的。那可是因为这一次要做这个录影，翻书然后就在看。那我得到的小惊喜是，在超马一路走来的过程中，因为所学习的还有所成长，今天再看回以前看过的书，其实是另一种不同的体悟。之前看的时候或许就是很字面上很表面，那当然也是有可能我自己本身的那个智慧还不够，所以看的时候没有一定的认知。可是因为层次不一样，有可能就稍微的那小进步。其实今天再看回一些书，比如《超级生活密码》有讲到新纪元的那一部分，哎，其实今天看起来又不同的感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导师的共修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其实我后来再看回这一走来，提升最快还有学的最多就是上了网络共修。那其实我也要趁机会感恩当时一个超马家人朱印，其实就是他一直来跟我讲。那时候我只是参加读书会，还没参加导师的共修。在参加导师共修过后，哎，其实就感觉跟导师非常的靠近，然后很多东西真的是可以明白个所以然。那当然在这一个星期的喜乐丰盛的活动中，也因为时常看书，更让佩君看东西会看得更细，然后有时候可以更静下心来。还有一样就是说，在刚开始参加的时候，我会感觉哎，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太阳公公会觉得好温暖好幸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太阳公公给我们的祝福，这都是很多的小小加持，让我们可以更笃定的相信超级生命密码，然后实修实练走下去。往往看到很多镜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因为是被祝福天地的星宠了。因为导师实在有教好多好多法宝，让我们在红尘中可以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同时间也让我们自己的修为有所成长。所以这是我觉得真的是导师很用心的，每个活动都有它的意义。我很感恩天元化还有导师安排的这一系列活动，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感恩您。我们佩君的分享太棒了。其实21天对我而言，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导师协助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那真的在做的过程，其实就像佩君讲的，我们可能就是想说，哦，我今天要分享什么，认真看一下书，你看这是多么的有心啊。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能量一直提升，而且一直平衡在那边，不也是一件喜事吗？那接着呢，我们先邀请吉隆坡的妙威。好，太阳圣德老师好，超马的家人大家好。在上个星期幸运的参与了那个香港发书的那一个过程，
虽然只是几天流通那个洁颜瓶的过程，但是觉察到的是接受我们洁颜瓶的人多数都是来自中国还是各地的那个游客，不是香港人。那在那个过程中遇到的那些香港人真的是觉察到他们活着的只是一个躯壳而已，他们的心他们的灵好像已经被他们的生活忙碌都已经盲目了。在那个时候发书的时候有点发到心灰意冷了，那过后还是说继续发吧。继续发的时候有人接受这个疗愈权利，过后呢就在分享会的时候呢就觉察到来听分享会的人都不是香港人，而是来自深圳的朋友。在去香港的前一个礼拜还有这个礼拜呢其实都有去结缘，在换地点的时候换到同修的家乡去流通结缘品的时候呢，路途中呢的确是下起倾盆大雨，但是我们就在想哈，下了那么大的雨我们怎么发书啊。可是很奇怪的是就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开始要发书，就是说我们走到避雨的地方去发书的时候，哎，那个雨就停了，然后就让我们发完剩下的那几本结缘品，那个天空就好像憋住的那个雨直到我们发完为止哦，它才倾盆大雨的落下来。然后到这个星期呢由于没有经过一些批准啊，不合于天性，所以呢我们就取消了那个结缘的活动。那在那个结缘的那个活动过后呢，带着整辆车几百本的书，我们就说既然带出来了那我们就要去把这几百本给发完它，不然的话我们带回去很没有意思。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同学就说哎呀这怎么搞的，就担心很多的事情这样子。我就说了一句话，天自有安排，我说了三次。那过后呢他就接到另外一位同学的电话说他要的那个数量就是我车子数量剩下的那个洁颜品，因为就在附近而已，那我们就把这洁颜品送到他的家就好了。过后我们就要去另外一边把那个洁颜品运到这位同修的家的时候呢，就下起倾盆大雨。当时候我们也是想那不如我们就取消吧，因为下雨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因为就不方便。当我正要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前面这雨已经停了，我们两个都吓到，那不用打电话就继续走。走到这一位同修家的时候呢，我们三辆车都抵达那个同修的家了，要下洁颜品，可是又下起倾盆大雨。我就说哎呀又下雨了怎么办，然后呢就当车子推向那个屋里的时候呢，我们正要开始搬那个洁颜品的时候雨又停了。第二次换我的车子加进去的时候那个雨下了一阵子又停了，然后第三次也是同样的，那个雨又下了一阵子停了。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三个人都吓到，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就我们刚好搬完最后一包的时候那个雨就下，另外两车只要开始搬的时候那个雨就停了。那个同学就说天地真的是在看我们做事情，所以凡事真的是要合于天心，紧紧地守住自己的每一个己身奉献，很感恩这一切，天地一直深深在爱着我们。我的分享就到此啊，谢谢。非常感恩马妙微的分享哦，他们在马来西亚真的愿意无私的真诚到香港去分享书，我想这些全部都是自动自发，每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愿意尽自己那么一点点的一份力，累积起来这个能量，这个善的循环，我相信指日可待。那接着呢我们来请我们的晶晶。感恩梅花姐，导师好，全球的超马家人大家晚上好。那晶晶已经参加喜乐丰盛大家一起来这个活动，今天是迈入第14天。那其实从参加到现在真的感受到导师对我们的厚爱用心良苦，导师都精心的策划一系列的活动让我们可以去参与。那晶晶的感受是再一次阅读《丰盛的光》这本书的微言大义有更深的体悟，
然后因为我们大家都要分成，就是抽取太阳区级卡露营的活动，那相较跟去年呢，今年仅仅觉得会比较放松了，不会那么紧张。那因为目前还是住在阿姨的家，所以其实就只有手机，没有其他的工具。那真的很感恩现在的科技发达，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透过网络科技跟朋友们做分享。只要我们听话照做，受惠的还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每天要露营的时候，我们都想要多了解那个牌卡，对于那个牌卡的体悟，然后再分享自己的心得。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亲戚看到了，他们也会很好奇的来询问。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让我们接引更多的有缘人，也让晶晶体悟到，修行都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没有任何的假期可言。那以上是晶晶的分享。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晶晶分享哦，分享的太棒了。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脸书，我们可以因为连结把它推广给更多我们可能还没有机会去分享的有缘人。所以老师真的是东西良，多做多得，想法都很简单。那个得是什么？不是我得到了金钱，得到是自己又进步又提升。我觉得只要有任何活动，只要跟上就好，跟上呢绝对会有好处，绝对是自己对自己有帮助哦。我们先请我们宛如分享。好，谢谢美华姐，我是宛如。那其实就是我公司有一台印表机，之前呢出了一个 trouble，我老板差点就是要买一台新的，然后代替这台印表机。当时呢，我也是运用感恩四句偈让它复活。那一次呢，是本来已经订新的印表机要送过来我们公司，可是就因为这台印表机好了，新的那个订户又退回去。刚一进公司，然后他就没办法联系，而且又刚好是在我最忙的那一天发生，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可能也两三年了，请老板换一台新的给我好了。我老板是属于就是对机器比较不熟的，所以我只要说什么他就说好，一定会换新的给我，我已经不抱任何的期望。但是呢，我想说把我的手机呢就打开感恩四句偈，把它放出声音，把手机放在这个机器上面。本来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讲说，可能要买一台新的印表机了，然后因为这台没办法用。可是隔没几分钟，他又可以列印，我就想说天哪，只是透过感恩四句偈的一个能量，然后就能够让这台印表机好了，重新开始运转。我就觉得说这个连无生物呢都可以这么的接受到爱与感恩的能量，更何况是我们人。那再来就是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我觉得能量场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本身的工作呢是要报关行，那处理的事物呢就是客户呢进出口的一个业务。那其中有一个客户我觉得他非常的特别，因为他其实蛮少进口，他可能就大概一年呢就一两次，可是偏偏呢他第一次进口的时候呢船就坏掉了，然后也 delay 了很久，所以说导致于他这个票货每次进来呢都会一直要延滞费。反正一次还好，可是这次呢第二次又发生了。然后那时候其实还不晓得，那时候他打电话来的时候呢才发现说第二次进口这班船他又坏掉了，码头那个引擎坏掉，所以船没有办法靠港。可是这个船坏掉的几率其实很少，我这么多年以来很少听到就是船坏掉。我还告诉我老板说他是不是应该提升正能量因为我就发现如果说我们的能量场一直是属于非常不足的情况之下，其实你什么的衰事你都会遇到。可是当我们的正能量如果充足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运用爱与感恩啊，还有很多导师所教我们的方法提升我们的正能量，这个事件呢就会慢慢的减少，而且会让你觉得事事顺心。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接触到超级生命码之后会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用这个例子然后让我就想起要提升自己能量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以上是我的分享，然后把时间交给宛如。谢谢我们宛如的分享哦，宛如分享的很开心很快乐，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得到了。没错，能量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他讲对，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在超级生命系统，大家一定会想问，哦，我怎么那么倒霉又换到我又没怎样，
一次就算了，还接二连三，从一些细微的地方，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多么的幸福，因为我们有超马系统，我们可以用对方法做对事。就如同他刚刚讲，他公司的印表机呀、啊，一点都不神奇，物物皆有情。你如果善待他，他就可以让你用得很持久。就如同导师在跟我讲，要看弟子规，弟子规蔡礼逊老师同时也在讲这件事啦。其实不管机器或是任何一个东西都一样，连植物也一样，你好好的爱护它，因为你那个爱，所以呢，它呈现出来的那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接着就要进入我们的书本第十二章，如何巧遇太运吉日。那我要先邀请我们的佩龙为我们分享。好，没问题。感恩太阳神的导师，那感恩主持人美华姐，全球的超马家人晚上好。我是来自台南永康的佩龙，也感谢主持人梅花姐能给佩龙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报道，哈佛商学院一群研究生他们所研究出来的，他们下的标题是只要看一眼你的房间就能看出你人生的状态。而且啊，这批研究人员发现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哦，他们往往居住的环境十分干净，那架上的书柜啊是由高而低照顺序排列啊，衣服呢就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摆放在不同的衣柜层里面嘛。但是不幸的人们通常生活在凌乱脏乱的环境中，像譬如房间内总是堆满了杂物啊，那占据了整个通道，还有衣服乱叠啊，然后墙角尽是灰尘什么的。如果我们啊每一天下班回家打开门的那一个瞬间哦，迎接我们的哦是整齐舒服的空间居住环境，这时候就会让我们处在很良好的心理状态。就不论你是早起的起床气啊，或是工作一天的疲累，通通都会在推开门的那一个瞬间哦烟消云散，对不对？那相对的围绕在我们四周的就会产生良性正面的磁场，而这样的磁场哦，就会又进一步的吸引好的事物。老师也常常跟我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而且啊，就如同超马这本书第六章《秘密中的秘密》提到，能量磁场的概念是一样的。那是对。好棒哦，因为我们佩龙真的有做功课，而且举了好多的实例，可以说真的是家里的整洁跟整齐息息相关。其实我们都忽视掉了，我们就认为说哦，风水风水要去请人家看风水，然后可能要买什么来摆设，然后要怎样会比较好，我们就一直在往外求。刚刚我们佩龙分享的第六章，我们能量场其实全部都息息相关。那接着后面这个，我们请尚美分享。好，感谢美华姐，然后感谢导师以及各位超马家人的聆听哦。其实我们常常都会想说为什么都没有好运的事情发生，但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会反过来想，因为像刚刚这边书本讲，其实很多几率都是50对50，但我们都会把它认为说哦，所有的事情都只有一个结果，比如说不是都好就是全部都是坏。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才会让自己一直陷入在这个负能量的循环当中。比如说导师曾经讲过说，当你发现你开始越来越忙碌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停一下深呼吸。再来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境不同的时候，你可能也必须想一下这个时候是发生什么问题，不然如果你前面没有处理好，后面的话会有连续的问题一直产生。就是因为这样子负能量就会一直的累积，要有正能量的提升它才可以消抵你的负能量。所以这就是导师会常常希望我们每一天都会做心法，做心法才可以提升你的正能量。同样的，可以让我们每一天在做心法的当中，可以就是静下心来，你不要被你的境牵着走。有太阳公公的祝福跟保护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说你现在面临的状况，以及下一步你应该要怎么去，不会让自己全部都一直在这些事情的发生在那边做巡回跟轮转这样。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聆听。好。是那个上面的分享哦，如同导师在网络公修课里面，他其实都把很多的方法、一些很浅白的道理都告诉你。可是呢，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单纯，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立即拿起来，甚至立即听得懂，然后还要再去做实验，还再去求证，才会相信说，嗯，原来真的是老师说的。所以为什么导师一直强调希望我们去做实验？那我觉得说很多事情呢，其实都在我们自己。哦，如果我们自己的能量产生提升，外围所有的磁场、所有的境，其实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如同刚刚上面分享的，为什么每天要落实实修心法、做觉生，还有弟子规？其实导师就是要让我们储存德资粮啊，弟子规就是要防漏啊。如果能单纯一点，受益还是自己的。我想来先邀请我们妙威 ，Hello， 妙威。我自己住的这一栋房子里面呢，我有接触到，其实都有那个某种的对应点在这公寓里面。然后在隔我几间的那一家呢，其实两年都会换一个住户，两间屋子都是一样。每一次换住户的时候呢，有同样的那个现象出现，那就是他们向大耳窿借钱，借了钱了过后，他们没有能力还，那他们就逃跑了。这两天就是住在靠近那个收集垃圾场的地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两间屋子老是不是这间就是那间欠钱。后来我才觉察到，现在虽然是住这同一栋，但是每一栋它的对应点的确是在的，是厄运还是好运，都需要自己的幸运去找到自己对的那一个房子。在我住的对面家那几栋，他们的那个状况就不一样。我对面家的呢，就拼命的买房子，然后他们就这边住了几年，那边又住几年这样子。他们买房子的那个能力还蛮强的，觉察到了很多时候那个物质和宇宙小对应点，还有他们小对应点，来让我们去体验到这其中的那个道理。啊，我的分享就到此，谢谢。哦，太棒了！我感谢我们的妙威分享，好的一个实际案例，他就分享到两栋房子，想说怎么每两年就要换，原来他是住在垃圾场附近，甚至有的借了钱没有办法还，然后就绕跑。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要把自己的能量提升，然后就知道是我们周遭的环境相关。这也是证明一件事，就是导师一直跟我们讲，当你能量聚集，身心。的时候做什么就很顺，我只要愿意跟着老师一步一脚印，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还有最重要是去落实实修。我们每个人都希望那个结果，可是我们很多人都省略那个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求证跟实验，这个结果来了，其实我们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那会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吗？不见得哦。未来的太容易太快了，你的能量足够的话，其实进到这个房子是谁影响谁，能量足够我们就影响到房子的磁场。如果我们今天呢能量还有的质量并不是那么充足的话，即使是好房子我们也得不配位嘛，承接不起。所以我们的基本功真的要好好去落实。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德智量还有我们的心境各方面，然后好好去分析自己的，相信我们都可以改变所有的周遭的一切。那接着，今天还想分享是不是？是梅花姐。先分享吧。好，锦锦想分享这次水灾的经验。那因为经过水灾之后，家里大部分的家具都已经坏了，所以就必须要丢掉。那其实呢，锦锦真的深刻体悟到屋子里面的设计、颜色，所有的一些东西的摆设，真的是一个能量场。那经过水灾之后，整个屋子的能量场真的是大大的受到影响。所以当有了电源过后，我们家就开始不停地播放太阳圣德导师的创作歌曲也好，感恩四句集也好，那有很大的帮助，真的是改善了整个屋子的能量场。我们可以好好的落实导师教导的方法，去提升我们的正能量，落实弟子规，去累积我们的德智粮。当我们觉察到身边的人事物不如自己所想要的，就是有不如意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能量场的不平衡。那我们可以透过导师所教导的法宝，去把自己的正能量场给提升。
我们要非常的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跟言行举止，因为这起心动念和言行举止完完全全的会影响到能量场。那以上是锦锦的体悟，谢谢大家。哇，太棒了！没错，其实所有的能量场关系在我们的身口里，我们的所有的意念和所有的行为举止，它都包含。生活是活的，能量场是活的，是流动的。把自己的心呐、行为呀、都把它把关好。其实为什么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要严格审慎自己，每天都要把自己的 GPS 设定好，其实它就是让我在防漏，知道吗？可是我们都认为老师会要求严格，老师在考验我们爱之深责之切，所有的出发点全部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希望我们更好。落实秒秒反应，如果我们可以每天张开眼睛的时候开始感恩吗？其实这个爱与感恩是直接已经深入我们 DNA， 不是等到我们张开眼睛那一刻。当然张开眼睛那一刻是很开心的，还活着，可以行走，可以有东西吃，这等等等，如同导师那个第四章爱与感恩那个部分，我们把它再详细看过的话，你会发现到那所有的过程当中，爱与感恩其实不难做到的，就是我们只要把它存于我们的心，接着把我们的心给做出去，慢慢练习，慢慢练习，就如同它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它真的是可行性的。那我也看到，其实刚刚有很多家人在实施21天迈向喜乐丰盛的这个哦，大家也在讲那个书啊。其实看一遍是囫囵吞枣，你要让自己有时间一再一再的重看，而且你会发现到每一次都会有所不同，是因为在生活层面。所以你会发现到所有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在一开始还对超马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接触了超级生命系统，那种要相信又不相信的情况下，又接着因为相信的，然后去求实证的，开始一步一步就会更笃定，走在超级生命这条路上，一切都值得。在超马里面，我们都会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随身都一定会带一个书。随时跟人家结缘，每个礼拜都可以听到导师为我们解惑指点，其实那种心态又跑出来，那就都好像理所当然，好像都随时可以听到导师的声音，然后随时都可以参加红酒课。可是呢，我要忏悔，因为这一两次，上礼拜六跟这个礼拜一，刚好都因为有事没有到天元中心去上课。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分享就是我带着书去跟一个可能路过的人，一个陌生人，他是一个店员，因为逛逛街嘛，刚好有机会就稍微寒暄一下。他寒暄一下，因为我急得想，急得要去参加店员书会，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啊，哎，那我下次过来再跟你分享一本书，那我就离开。就前两天，你来记得我吗？他说我已经有了哦。说哦，那这样。相信很多超马家人都和他分享，就拿给我，是不是这本？他先拿出了要求，然后他就说：“你们这本书很好。”我说：“哦，谢谢你。”他告诉我他也很样，我都一直以为只有超级生命，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是我们去分享书的时候，所有的家人们对千年之约那种爱心，没有人会拒绝。他不会说拿了书他随手就放旁边，我们常常就把它回收回来再继续去分享。我们知道这是一些人的一些惯性，会有人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在超级生命密码有一个好处，那个好处就是我们转念，我们有这个机会不断的做人力所及的。所以在这边有告诉所有的全球超马家人，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重要，当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们也愿意去做一件事，那件事就是我们能力做得到的。不管参加读书会，不管参加老师的共修课，或是参加老师接下来所有的课程活动，我都觉得那都是一件值得的事。每一个人，只要我们都串起来，所有的过程当中会让自己更好。就像今天的主题，如何遇到一个好房子，其实老师都把所有的理解都告诉我，
能量场如果正的话，就是身体健康，身心灵俱足，所有的一切不是就都很完美吗？所以真的要非常感恩，全球的超凡家人们，你们的无私的分享以及的参与，在爱中连结的感恩中共振。那感恩他这个老师，感恩太阳公公，感恩天地宇宙，感恩所有的超凡家人们。